你都没有反应。哦，现在有声音。嗯，好吧。没有，现在好像才有在录。好，那我的嘞？你的一直有在录，而且是充电状态。哦，我再看一次，我看秒数。对，十五秒。绝境螺丝，好惨哦！毛巾应该拿下来，先拿下来用的，用擦洗擦的。没有，没有用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至少把衣服擦干了、啊。重点是温度，然后中午休息，那餐厅一定暖气也开不下，所以要穿好。我们的帽子也不够低温，还是都是省的。走吧。你不要这样一路滑下去嘛，其实到处是这个、欸，到处都是。要去这个嘞、哦？我是大的。对。每个人的板子都比大的，都是来滑松雪的。对啊，就比大的。上面超松啊，下面也超松，但是不够长，他们不够过瘾，他们还是上面。从头到尾你都不是朝下吗？动。但是你刚刚有动的。我没有动啊。那我忘了帮你转正，录了五分钟朝下。哦。有你刚刚的松雪了。对对。哦，这样。
这里反正这样，那其他四大雪场不用讲了。你可以中午偷看一下 live cam。对啊，很恐怖。抓狂开车来你 Seiko 日归有可能啊？当然有可能，但是你可能只花了三四个小时。来撒谎出发去二世谷大概要两个小时。你是不是跟我说撒谎有免费送去什么寿司？有，也是两小时，可能快一点，一个小时算。有寿司比较近。我家缆车挂的很少，而且还那么多人，早上排到现在，而且还三点就关嘞。那我们唯一还没有决定的就是晚餐去哪里吃。怎么办？我可以要再加一个。这个到三点，我看其他会不会到三点四或三点。我看是三点半，我是看我不知道是第一号还是二号三点半。因为这个比较糟，符合能到糟的位置的缆车。太阳哎，早班，这样刚就已经有了。从那边回来是不要走那么远。
对不对？他车况很少，我刚刚在那里等好久，不了车啊。那车子不够还是怎么样？怎么逛那么少？明明就有那么多，太偷懒。Thank you.
区六也是热的。你也太紧张了吧？你也太紧张了，就是我也不是紧张啊，我怕你紧张啊。我想要伤害树。左边这条路是比较细一点，好帅，用粉，有够粉耶，我觉得我想要解决我在这种乱乱路，我的脚就会乱姿势。
式刹车，用波度刹车，前面四个，好，冲过树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正要说，然后就撞树了，撞树了。断叉吗？那里有严重的断叉，那雪道在哪？你要这样子，比如说你要这样子，这样子给它滑进去。你有没有来？是啊。我觉得是他们去山上的频率，不是他们刚睡多了，然后去山上一下，他们比我们慢才会跳。不，他们比我们快，他们已经去受伤。是吗？我们下得慢，他们咻咻享受完那个松紧，已经前一波了。是吗？或者说他们已经准备要去吃饭。我又有一点对这一波就是说滑另外一个路，接着就等于吃饭。我的镜头是水啊，水啊，都是啊，我们都是啊。
车窗吗？啊？要打开车窗？刚刚那外国人试的，应该是打不开。对啊。被夹住了。嗯、他很用力的拉起来。
你要干嘛？啊，走那边啊。哎，我走错路啊。从树上哦，太危险了。还好吧，那边就过去了。这真的是路吗？是啊。哦，他们那边才是啊。那是我们刚走的、啊。哦。那好了，那边难度比较低，先走那边。这样你又后悔了。对啊，渐渐的往上面切。你怎么了啦？不是我不是100%在走路。姿势还是很丑，可恶！要我帮你录吗？不要，就很丑，不用录啊。不用管，很丑。就两腿，两腿就分开啊，很丑啊。你很丑。那我先下了。啊？这种抖度你不会怕的？
到了，你跑掉了。对啊，我想问你怎么跑掉了。刚死大盆那里，啊，刚刚死大盆，这样右边不能，那就一样要往左弯的，就是走原路，嗯，躺一下，这条路还不错啊，蛮松的，嗯，从右边切坡度会比较低。
放的地方，跟别人不一样，跟别人不一样。没有啊，什么叫跟别人不一样？间隔不一样，那边比较大。啊，是。自己看。看到了。哎，下。我要把我那个鞋子都要掸干净才要进去。鞋子也没清干净。扣子拆一拆，弄一弄。雪仗被你踩住了，对啊，所以拔不到。Sorry， 我的布克是松的，天哪！